第二课，我每天六点起床。Lesson 2. I get up at 6 every day. 一，听力。1. Listening. 第一部分。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医生说要住一个月，现在不能出院。医生说要住一个月，现在不能出院。二，我爸爸每天早上都要运动。我爸爸每天早上都要运动。三，张先生已经给大卫打电话了。张先生已经给大卫打电话了。四，他最近太累了，已经生病了。他最近太累了，已经生病了。五，他每天12点睡觉，早上9点起床。他每天12点睡觉，早上9点起床。第二部分 ，Part 2。第6到10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你爸爸每天运动吗？对，他每天早上出去跑步。六，你爸爸每天运动吗？对，他每天早上出去跑步。七，你怎么了？身体不好，已经2天了。七，你怎么了？身体不好。已经2天了。八，明天下午你有时间吗？我们去看电影吧。对不起，我要看书，没有时间。八，明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我们去看电影吧。对不起，我要看书，没有时间。九，你的小女儿多高？一米多一点吧。九，你的小女儿多高？一米多一点吧。十，医生。我明天能出院吗？能，回家每天吃这个药。十，医生，我明天能出院吗？能，回家每天吃这个药。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十一，你什么时候能出院？医生说，要再住三天看一看。男的明天能出院吗？十一，你什么时候能出院？医生说，要再住三天看一看。男的明天能出院吗？十二，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七点多，星期六和星期天十点多起床。女的星期六几点起床？十二。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七点多。星期六和星期天十点多起床。女的星期六几点起床？十三，你一个人做饭累不累？不累，我很喜欢做饭。女的觉得做饭累不累？十三，你一个人做饭累不累？不累，我很喜欢做饭。女的觉得做饭累不累？十四，你女儿今年多大了？今年23岁，已经工作了。
男的的女儿现在工作了吗？十四，你女儿今年多大了？今年23岁，已经工作了。男的的女儿现在工作了吗？十五，我这几天身体不好，吃了很多药。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看看吧。女的怎么了？十五，我这几天身体不好，吃了很多药。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看看吧。女的怎么了？三，语音。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选择听到的词语。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choose the words or phrases you hear. 一，火车站。二，大学生。三，方便面。四，电影院。五，女朋友。六，有意思。七，忙着呢。八，人家的。第二部分。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注意每个词中重音的位置并跟读。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word or phrase. Then read after the recording. 一，图书馆。二，外交官。三，世界杯。四，停车费。五，我的呢？六，烦着呢。七，饿得慌。八，堵得慌。九，服务员。十，办公室。十一，
博物馆。十二，冰淇淋。十三，有道理。十四，好朋友。十五，小孩子。十六，好东西。